我曾在一本古籍中偶然得知，摄人女王实力到达斗皇巅峰，机缘足够便能有一场奇异的进化。进化不仅能让女王自由转换人身，更能晋级斗宗，而进化所必须的东西便是异火。没想到你竟然知道这些，本王实属意外。不仅如此，我还知道现在的你只不过是拥有些许女王意念的能量体。抖音。